可我又决定，我还是去茶园看看，我去亲自看看茶树、茶叶，因为我没有见过，没有身临其境过，啊，还是亲自去体验体验吧，体验体验他这里茶林和茶园。哦，过不去，能过去看看去。我们翻过了这个难走的一条路，走到这条望茶园、通往茶园的路上啊，看到吗？前面这个山，我在看对面的这个大气球。这个对面的大气球是什么东西呢？是不是搞气象的呀？对吧？还能放放大吗？还能放大？看、啊，哦，能放这么大呢？是什么呢？这是人造月亮。我们眼前的这片茶林。走近看一看吧，你走不走？我走，我上茶里。我准备上山顶，完了这山顶就悬过姐姐来。我直接这样回家。你回家啊？啊。我他们不愿意走，你从哪儿走啊？从这是上山啊？那儿。茶园正上吗？这边不是上茶园的方向吗？那这个路多好走啊，这边路多好走啊，我觉得这是个路，他非得要从这边上，他说这边是个路，我没觉得这是路，那就顺他走吧，他说这边路咱就跟他走。我没有换鞋，我还是穿着皮鞋，没有办旅游鞋穿上。我穿的还是这双皮鞋，很多网友就说了，换双旅游鞋吧。看我又还是穿的，因为这个鞋啊是我们跳水兵舞的鞋，跳水兵舞的鞋呢特别软，穿起来特别舒服，所以呢特别旅行的时候穿上比那旅游鞋还舒服，所以哈、啊、我就一直穿着，也就没有换下来，习惯了。我觉得换了这个穿起蹬起来还特别舒服，还特别随便啊，野茶园就在我们眼前，上来了，上去了，我们要上茶园了。不好上啊，也不等我啊。是人呢，不帮我一下，自己先跑了。啊，这就是茶园。哎呦，茶开花了，这是花吗？这是茶树呀，这就是茶树啊。啊。它到开春时候采这个小嫩芽，这样小嫩芽，这就是茶园。你不能瞎采，你看看就行了，比也不行啊，仔细看看就行。这就咱们平时喝的茶，现在冬季了。不是采茶的时候，采茶得到一开春和秋天。你看这小芽尖儿已经都被采完了啊，就等着开春采了。看到吗？这些茶叶，这小尖儿，看到吗？小尖儿了吗？这些小尖儿，这尖儿你看到吗？春茶就等着春天了，发芽的时候
五个叶和三个叶的时候，我不想上去了。采茶，这叫采茶的，你看，到采茶时候好走路。哎呀，这小嫩芽，看到吗？这小嫩芽，但是太少了。这弄出炒出来的茶叶肯定好。嗯，小芽尖儿，我下去了。这个老李啊，老李去哪儿了？他上这个大山顶上去了，他要去山顶，从山顶爬着回我们住车的地方。呵，本事真不小。行了，我该下山了。啊，好。哈，上山容易，下山难呀。哎，茶叶，这会亲临身临其境了啊，来亲自看看茶园、茶树。啊，茶叶是怎么采下来的？见识了。我下山了，回到我的房车上去。今天我们不走了，明天再走，休息，因为这里气候挺好，不冷不热。来到了我这个移动的家。我怎么说，我的车在一个桂花树下停着，我的车昨天停在这儿了，我就觉得淡淡的一种桂花的香味儿，我没有在意，今天我刚发现。哎呀，我在桂花树下停着，我好喜欢这味儿啊，太好闻了。哎呀，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在家养一棵桂花树。哎呀，真香啊，来到我移动的家。上车，在我们家老李给我买了这么多甘蔗，他知道我非常爱吃甘蔗，看买这么多甘蔗，呵呵。